打落了，打落了！大家要听什么歌？对，七彩的微风。好，来听七彩的微风吧。尽情遨游，就是那个哎，那个蝴蝶姐姐唱的。哦，一等点这个，对吧？炸成猪头，没有你都半血了。好，我要没魔了。不要再破壳我了，我头也很痛。这样我要唱歌了。还要脚闪了，还要脚闪射我了，两个都得死。没死，刚刚那颗拔蜡飞在空中，人生的跑马灯都出现了，还好没死，还好他等级很低，看到跑马灯了，那不一定会死啊。然后看到一个桥上有人在挥手，哦，狮子丸要一打二了，有 feel 哦，有 feel 哦，很有 feel 哦，狮子丸。那只是有 feel 而已啊，不一定会活。还是得死。很明显，这不是他的 BGM 啊。他应该是要听那个森巴的那一首。哈哒哒哒滴啦，哈哒哒哒滴滴滴滴滴啦。的那一首叫什么歌来着？妈妈的爱会随时在身边，星星偷偷将我在梦的天堂。莱恩 King， 对，莱恩 King。啊，哒哒哒滴啦，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啦。啊，哒哒哒滴啦。啊，门眼又被拆了。我来。哦，两个人头。哇 ，nice nice， 大招要转好了。Okay， 这个叫做报仇，想必他在天之灵也是很开心的。我做到了，兄弟。我自己为什么派起自己也可以拿这个钱的？哎呦！哎呦！我就要吃冰！哎嘿！快走，快走！我走位很好的。
像有那种小说枪杀死我，哎，不可能啊！看到没有，纪律之神。好事吃不下，省了个半年饭钱。J J 一起学猫叫吧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很相信队友会被偷的啊，这就是信任。兄弟，你已经凉了。叫声应该是那种猫吧。